刚刚回到饭店，然后现在我打算去游泳，耶 太开心了，游泳池。那今天这一趟行程呢，我个人是觉得不是很值得，因为其实我平常去旅行的话，并不会特别去什么游乐园之类的，但是。我会去那边的原因，之所以会去那边，是因为我刚开始是，我很想要去看那一座桥，就是有，你知道，盖那个手拱着那个桥。但是，那是我背包客的朋友跟我说，哦，去那边不一定要去游乐园呢。早安，今天终于出太阳了，实在是太开心了。我决定要租一台机车，我们租机车去巴拿马 Riding 猫 on the 岛。bike, driving the bargain. 是啊。What time we need to get back? What time? You remember every day, I kalau apa sih kayak open. Kalau 9 PM, I kalau 一天10万越南盾。那我们先租2天。我拿到我们的机车，我现在要去加油了，Let's go！46块澳币。缆车上面竟然还有这个呕吐袋。里面就是一个狂风暴雨，外面突然下暴雨，我根本完全没办法出去。你看看这个人群，现在那个雨衣应该是蛮畅销的，雨超大的，我们整个被困在里面了。希望雨一定要停啊，拜托！下雨，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再搭一个缆车到别的地方。就是先到缆车里面避雨的意思。那缆车停了，停在半空中，它是停在那不动了。动了。我们决定就先在这个室内游乐场玩一玩吧。太悲惨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玩什么呢？What are we going to play first? Bumper car. Alright, bumper car. Let's go.
crazy. Yeah.